起陪您话家常，回味那抬杠拌嘴幸福的时光，道不尽的家长里短，说不够的恩爱甜蜜，逃不开的柴米油盐酸甜苦辣，尽在天生一对。三元食品天生一对，我是杜志怡。那么在这里呢，感谢三元食品对本栏目的冠名支持。爱要有你才完美，天生一对由杰利亚特约赞助播出。哎，掌声跟尖叫声能不能再热烈点啊？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啊！因为今天我终于可以让我自己出来主持节目了，我老高兴了，知道吗？特别兴奋。小杜，等会儿。怎么了？怎么就你一人？英达老师呢？英达老师，我跟您说，在后面打电话哄老人。我跟大家说啊，你别看他是那个大导演、大主持、大脸盘子什么的哈，在家怂着呢。这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梁欢老师给惹毛了，现在打电话哄着他。我告诉你啊，你别看他在外边装得像个大男人，其实私底下特别疼媳妇儿，估计是那个结婚结多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合适的，那不得好好疼着，好好爱着，是不是？他要说疼着爱，他结婚次数就更多了。那可不呗，我跟你说，这个次数多了，经验也多。啊，我说那个，你看啊，大部长，那个你看英达老师，人家有知识，有才学，哎，有相貌，有气质，并且特别特别的。不是。我说二哥，你这也太虚伪了吧！啊，还有知识、有文化、尊重女性了，那就是怕老婆。你比划什么？你比划？你这不是抽风了、中风了？你，就他那的，大脸盘。哟，二舅，你可来了！我正跟观众夸你呢，是不是？我说您啊。又顾家又能赚钱又心疼老婆，好男人在家疼老婆，在外爱观众，你就是主持界最有学问的人。我怎么不信呢？哦，我就晚上了这么一会儿，你就在夸了我这么半天啊？当然了，二舅，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啊。但是二舅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白，您说您跟梁欢老师结婚这么多年了，他怎么还那么和谐呢？这个你就不懂了。我和梁欢那就。我们主要啊，我们俩都是搞喜剧的，你知道吧？就特别的般配啊。看来这要想成为夫妻啊，必须得有共同语言。对啊。那今天咱们请来这位嘉宾是什么样的一位嘉宾？听说好像就不那么和谐。哎，他们两个这个生活习惯、性格什么都相差非常远，但是呢，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对立，吃的不一样，喜好不一样，但是小日子过得很幸福。今天呢，我们就来取一取经。来，掌声有请周伟夫妇登场。关到小黑屋里，三天没出来，跟女主持人关在一起。这个报纸就碎末一样，正往外掏的时候，嘣，钻出去，好再给它搭窝了。以前没这么总结过，我怎么做到这儿以后，我又感觉不想活了。但是他没敲东西，我先敲东西，拿我们家电视遥控器，我就往那个床上。就这个栏目用他们俩做主持，他做完以后他能播出去，你抄抄都在写上。大家好，我是您老朋友周伟，这是我的爱人。我是高明婷，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天生一对》。好漂亮啊！你是说谁？我说我呢。我第一次看见英达老师一出来这样，你知道吗？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说这二啊，还是欢迎人家熬夜呀？我是今天出门忘了服药了。老朋友了。老朋友了，很多次上我们的节目。他们俩很有意思，他们俩那个特别不一样。为什么？啊，是一男一女。不光这个，反正都不一样。生活品味怎么样？你们？哎呦，算起来结婚多少年了？这是
13年了。十三年了。对。那个两个人现在配合调和，那个好一点没有？还不行。默契。默契了，好多了，比原来好多了。真的假的？真的真的。这个口说无凭。嗯。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的一个环节来考验你们。考验考验，我们一上来就考试，一上来就考试。我们这个名字就跟考试有关，叫爱的选择题。选择题。我们看看有几道词语能够讲述他们的爱情关键词，关键词，就这么几个关键词，跟你们这个爱情故事有关系。我们先来挑选一下，我们来看大屏幕。嗯。啊，哎呦，好家伙！疑似姜昆，疑似姜昆，武林高手，食堂和厕所这事儿，会震动的房子，鞋里发生的命案，哎，我听着都挺有意思。天哪！我觉得先从这武林高手，武林高手开始有点意思。你是武林高手吗？武林高手，啊，这我知道，知道，因为老师参加了一个跳舞的，我没去啊。人没说您，我说的是周老师。这叫老周不对。啊，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参加一个节目，是啊，跳舞的一个节目，叫武林大会，武林大会，武林大会。这个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接触舞蹈。真的假的？是亲自在台上跳。你怎么会想起来这事儿呢？这严重受骗。你原来不会跳舞？从来没跳过。多长时间就练成了一个高手呢？不敢说高手，这个怪一主持人，这个主持人叫王冠，生拉硬拽给我骗去。喏，正好呢，我是想带儿子呀到那儿去玩一玩，结果这下想占便宜，一到那个吃了大亏了，一到当地关到小黑屋里三天没出来，跟女主持人关在一起。不是女主持人，舞蹈教练。哦，两个姑娘。哎呦，漂亮！你能乐意吗？这事我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还不告诉你？不知道这事儿不告诉你。这两个姑娘有这好事谁告诉老婆？就是给您啊，根据反正我开始介绍我的情况，我说我这个肢体啊相当不协调，也没有舞蹈基础。他说根据你现在这样一个舞蹈的这样一个智商呢，可以设计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华尔兹。哦，华尔兹加现代舞。我以为很简单，这俩能加得到一块吗？哎，还真是加到一块。头一天呢，就练这华尔兹这转啊，就在小屋里转，我就抱着这女孩转了一天。哎呦，好啊！你有点还不乐意呢，你不乐意，你换我去。这样吧，我觉得说也不那啥呢，跳舞嘛，是吧？哎呀，不是华尔兹。你不能把我们这主持人晾在这儿吧？不是王冠你就去，你王冠你就去，不是杜俊一伸手你没明，你没明，我是刚才说的很清楚，当时就是我去参加这个节目练的时候他没在，今天他坐这儿了。你汇报一下，你汇报一下你都干嘛了，可以吗？可以。怎么样？你会不会吧？不会。换音乐，你不会就怎么办？备走。得要转起来了，这华尔兹就是。转。差不多。我知道了。我来，你快坐下吧。本来这脑子就不好使，你再给来那么几圈，我告诉你，我发现现在全成了酱。你们这个栏目组是平时伙食不太到位，我两家就这样的。哎，好晕呢，他这不光是大脑不好，小脑也不好。小脑也不好，这挺有意思啊，咱们看着挺好，但这跟你们婚姻、爱情、生活也没什么关系。我也，如果有关系也是负面的。不是，关小黑屋里和俩，对婚姻没什么好处，我觉得没什么好处。那个，咱们还是看其他的。我选一个行不行？你选吧。我选这个，鞋里发生的命案。这要是有问题，哎，鞋里能发生什么命呢？不知道，看能不能送他俩去派出所。怎么回事？鞋里命案，这个就是明确爱情关系了。明确爱情观以后呢，刚才我也说了一个最大的记忆什么，我这人爱收拾家，爱收拾屋子。哦，他我也不知道现在女孩子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我们都不干活啊，谁干活呀？你看，我也是我老公干，是不是？后来呢，就因为这个他的宿舍呀，不明白了，老乱七八糟，乱七八糟的给收拾给干活啊。哦，他给你收拾干活。有一年，我们老北京的都是女的给男的收拾，所以我们天津男人好。对。
他有一个特点，爱买鞋。嗯，买完了以后自己多少双不知道啊，这个床底下全都是鞋，就可能就忘记，有的就忘了穿了啊。我呢就给他一双一双往外倒出这鞋。这么糊涂一人，糊涂。嗯，拿出来一双呢，先打油啊，擦灰啊，然后大家想想这形象，哎，估计还是跪在地上。对对对，双脚也在给保存好了。听听。拿一双双拿，后来里边有一双棉靴，我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呢，里边为了保证这个鞋的那个不变形，贴了很多的。那时候拿那个报纸团不都给垫上点吗？啊，这是一个生活常识。我掏这个报纸，一掏啊，这个报纸就是碎末一样。正往外掏的时候，噔，钻出一只耗子，一咻，就顺着这墙边就跑，你知道吧？你想这鞋多少天没用，耗子在里边扒窝了。当时也是手疾眼快。哎，一下就给挤死了，那叫踩死，挤，踩死。那老鼠很小，很小，这么小的小耗子、啊，估计是大耗子。还没长毛。大耗子可能出去干活去了。错啊，错啊，错了。那种耗子长足了就这么大。是吗？什么耗子？这个耗子很著名。一般来说啊，咱们家里发现的耗子就两种，嗯，一种叫大家鼠，大家鼠，一种叫小家鼠。小家鼠长大了也成不了大家鼠。对，我们专门研究过、这个、研究过这个啊，对，当时给挤死了、嗯，所以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鞋里这个命案吧，就是这个。其实是鞋里发生的命案，发生在鞋外。是、啊。不是，可是我就想问问，您收拾完这堆鞋，连耗子都发现了，您对这女孩就没有一点其他看法？哎呦，真不爱干家务，这结婚可怎么办呢？哎呦，你讲话了，天津男人勤快呀。是的。哎呦，以后我可有机会献殷勤了。真见。当时第一个呀、啊，嗯，这个爱情这一面呢，占了强势，嗯，没想这么多，没错。第二呢，和边上女孩一比较啊，嗯，算好的。别的女孩鞋里边都住大家鼠，这方面一点没考虑，而且当时信心满满，嗯，觉得这个我跟他在一起以后，这些活我全包了啊，我肯定会让他幸福一生，就是什么都不用干了。你看，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知道吗？贱，这就叫贱。哎呀，贱，好贱，贱这种不能这么评价，不能这么评价，嗯。高贵就是贵，那俩人会为了做家务这事吵架吗？经常吵，哪真的？结婚以后啊，经常吵啊。为什么？他想做，他不让他做，他说我要做，吵起来了。我也太贱了，我天，这有点太贱了，不让他做急了、嗯。开始啊、嗯，结婚以后想改变他，就想感化他，一点点让他教他学呀、啊。对，比如说你学着做一个土豆丝啊，嗯、炒一个西红柿鸡蛋啊，嗯。后来他跟结婚有一次，那个我们装房子说一句话给我气坏了。为什么？就说厨房这边你随便装，我不管，因为进屋我是从来不会进的。一般都男人不进厨房吗？这会儿你说了，但是这个两头话都让你给说了。不是我见过一般感情，你们天津也是男人不进厨房啊？不是我没遇到这么极品吗？是吧？所以说呢，我就跟他就是强迫他，我让学，嗯，学。我记得有一年啊，也是夏天天，嗯，我老婆怀孕，我儿子那时候正在肚子里边，我呢出去办什么事儿，回来我说老婆，回来以后呢，你这样，你熬上一大锅绿豆汤，哎，回来以后咱喝绿豆汤，就这很简单吧？嗯，好吧，我出去了一下午，五六点钟我回家了，一进楼道这门啊，啊，我就闻见一股绿豆啊胡巴味儿，胡巴味儿，嗯，这谁家做什么来着？没在意，开开我们家的门一推开，屋里边很好，我老婆哎很悠闲自得的在沙发上在做十字绣。很认真的十字绣放在自己的肚子上，正好是一个在做十字绣，是一个小桌。我说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嗯，我绿豆汤呢？嗯，你说话，我就奔厨房去吧。我一看厨房，别说绿豆汤了，连锅我都没找着。锅哪儿？我这是太认真了，忘了熬了。我就找这锅我来熬吧，找啊找没有。就我们家的汤锅，后来在厨房阳台外面空调的外机上，发现用塑料袋包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我就把它拿起来打开看，是我们家那口锅，已经成非洲人用的锅了，还是黑
黑的，里外全烧糊涂了。我就连污蔑人是非洲人，我是非洲人黑一点，锅可不一定来、啊。我拿那锅我就质问你，我说媳妇儿，这怎么回事？这个啊，这就是我给这不给你绣十字绣吗？太认真了，我就忘了，结果那边烧干了，烟都出来了，我才发现的。不是你们，如果要是就是绣过十字绣的人，你会知道，就是说绣一绣绣一绣，这不上瘾了、嗯，然后就忘记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那时候太上瘾了。但是呢，这个如果要是家庭主妇或者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他绝对不会忘记那火上还坐着锅呢，不危险啊，而且这么大的烟出来才发现，所以从那以后、嗯、这就不错了，不是火苗子出来，是啊，从那以后你们想想还敢让他进厨房吗？哦，就算了，这也是个战略战术，好办法，下次我也熬绿豆汤熬糊了，然后让我老公干活。你还熬绿豆汤呢，整点绿豆直接熬那锅不就完了吗？一把到位。哎，我觉得这样，二舅，他们俩呀，这个干活我看不行，不行。但是呢，也磨合了13年，应该有所长进。咱们接下来做一游戏，叫做心灵手巧，看看他们俩这个收拾家务怎么样，好不好？好啊。我们来心灵手巧。看起来温柔贤淑的高明玲，竟然是个邋遢大王和迷糊鬼，而家务活全揽的周伟，又是怎样的干净利落呢？现场让我们考验一下他们，看看他们各自收拾家务的本领究竟如何。咱们这个游戏怎么玩啊？哎呀，特别简单，大家都看见了啊，我们这有好多的衣服啊，什么牙刷、牙膏，你这是要捐灾区吗？不，乱起来了。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好，塞到这个包里边。啊，这么多哪进得去啊？当然可以，谁用时最短谁获胜。当然这是第一个考验环节，第二个考验环节就是我们把东西放进去之后，我会随便说一样东西，您得马上能找着，您不能再把这东西都给扔出来。那行，咱们就准备开始吧。嗯，看两个人谁用时最少，谁装好完了之后举手，就证明你已经做好了。预备，计时开始。哎呀，那你看，我们这边是先叠，那边就是卷不卷，直接塞。确实呢，是周伟先完成的，先完成了，但是您领先了15秒。可是人家叠的真的是真好啊，是吗？我是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这边叠的也不错。您光看这书包这型儿，您就大概其知道。来来来，是吧？您看，这不也挺好吗？这型站都站不住，干嘛要站住？背着的这东西是，再敢说咱蹲不蹲了？咱俩，哎呦喂，哎，不倒，对啊。那叠的好啊，平衡啊，嗯，这样我们这不也平衡吗？对吧？小东西，看看，刚才你看到这个高老师里边都装了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随便挑一件出来，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行，是吧？嗯，什么颜色的衣服干嘛呀？挑一个牙膏、牙刷，他就放门口了。这不能那么，是啊，这个还有一套呢，还有啊，没有了。他自个儿都忘了，刚上来啊，自己装在最里边，还拉开一小拉锁，然后塞在里边。啊，对，你看你这什么劲？你说的太对了，是，还有一套，来这儿。这边呢？这边呢？这边咱找个袜子。袜子刚临这。哦。这么一穿，哎，这袜子就差点意思了。为什么呢？咱们看看高老师这边袜子是什么样的。好，看看我的。但是高老师这样找起来是真的是难的。看看看见了吧？这一环节我觉得高老师获胜了。你看人这袜子是不是整理的特别好？您这是擦汗的。啊，你们家拿袜子擦汗？不是，人家叠的这个。怪你们脸老纳味呢。嘿，再找一个，找一个手电。还有手电呢，嗯，我们这边没有呀。你看，人
是记的，您这放哪儿？您这翻现翻。所以这一环节我手电不是我们这儿还可以啊，还有我们不用手电，来你给他们找一下你的手镯。你看我找着了吧，我们也能找啊，找一下我的手指。加一下您的手心。谢谢谢谢，这没必要，我觉得到了地儿以后把这个包全都呼啦呼啦全都到一床都哗啦哗啦了，装的东西还是太多了，真的。我觉得他们二位啊，嗯，确实风格不一样，是吧？嗯，但是也看出来了，周伟刚才说了，可能现在啊，高明婷也已经参与了一定的家务劳动，嗯，也积累了点经验，是吧？而周伟呢，现在也退步了，对了，也脱离群众，也不太干这种具体的工作了。对，嗯，其实这就是开始您问那个问题啊，啊，从两个南辕北辙，一点点13年，有了儿子以后磨合，找到中间一条轨迹，没错。嗯，谢谢。通过叠衣服的小小测试，我们发现周伟在家中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男人性格，能把衣服收拾得如此整洁。高明婷，身为妻子的你还是要多多努力才行啊。啊，经过刚才我们的检验，我们证明了高明婷现在呢确实也有了进步。对，进步不怎么大，但是比某些人强，比我强点，是吧？那么接下来就剩最后这个关键词，哪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那个，咱们请二哥挑一个。其实这挑倒是不用，但是我感觉到这迷惑，我觉得这词组好像有点问题啊。嗯，会震动的房子。对，三 D 的呗。说这会震动，他就听说过会震动的车，这容易理解一点是吧？嗯，这是多大力量能让这房子震动？对呀、啊。那咱问吗？这怎么回事呢？这是？这个也是我们两个结婚之初，2000年结婚的。小年轻刚结婚。嗯。你想什么呢？这我没想什么呀。你说你刚结婚，我就帮你量一句。甭吧，刚结婚是吧？结婚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没自己房子。哎，我们单位啊，在办公楼的后面有两层，这叫什么叫盒子房？盒子房，板房，用那预制板临时搭建板房。就工棚，工棚一样。然后呢，一楼是车库，哦，二楼有几间隔出来的房子给来队家属临时住用的，我们就跟团里申请借用了一间作为结婚的新房，不到13平米。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收拾的还是挺温馨的。嗯嗯嗯。哎，这个地毯呢、啊，包括用这个布啊来装饰的墙面呢，包括这个蓝色的这个主色调，很温馨。但是呢，有一点，到了冬天以后啊，它这个布防这个风沙，它密封性差，因为就是那种铁的门窗嘛。再一个，冬天以后呢，我们底下这车呀，早上起来要热车。嗯。什么车呀？东风大卡车呀，部队的卡车呀，或者大轿车。东风140。比方说早上7点半要出车，有任务，那么司机呢勤快，不到7点就得进来把这车给热上。我们那时候睡得正香呢，早上6、7点钟啊。他一热车呢，这一打着，整个这盒子房啊跟着一块儿，我们俩在床上就给震醒了。而且他这震还是这样，就刚一开始就不知道打了几下了，先睡着，然后。二舅，你一动，你浑身都在抖动。这个很典型的一个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刚开始真是裸婚，绝对的裸婚，而且当时条件很艰苦到什么程度啊？没有上下水，比如说要去个卫生间啊，要从我们那屋出来，到一楼的那个地方公共厕所，这夏天还好办，冬天你要有个紧急情况跑肚拉稀的，就是你连来及都来不及。那怎么办？当时我们记得洗脸啊，在水房打完那洗脸水，搁到门口的洗脸。在你打洗面奶的这个时间，这个盆里的水已经有一层的冰碴，就可见那个屋里的温度。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心里边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就刚开始啊，虽然信心满满的想把这女人娶回来，给她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确实在结婚头一两年就是那样一个条件。但是她呢，没有任何的怨言，也没有任何的抱怨，就在那间温馨的小屋里头，我们俩一共生活了不到4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风雨。张老师当时是因为什么这个周老师吸引了您，愿意跟他同甘共苦呢？没想过这个日子这么苦吗？我就想着说我们俩一定就是，既然两个人相爱嘛，就是不要有过多的别的因素在里面，那我们就是单单纯纯把日子过好过开心，其他的不重要。但是想过这样的生活会像你想象这么苦吗？因为我对他比较有信心，我觉得会日子会一天房子是差一点啊，苦点，但是其实也没不完全那样。他们当时我就你说怎么着送了辆车当礼物的，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有点对不起，但当时没觉得苦，对，一点没觉得苦，反而乐趣乐在其中，是不是？还送了个结婚礼。刚才对导说他觉得对不起人家，房子满足不了啊，一时半时没有。那个时候我爱人呢就从二炮文工团调离了，到另外一个单位上班，比较远，所以说就想呢，这就收到了礼物，哎，想送给人一个礼物。那你看，这个礼物呢，当时很贵重的。送了个啥？汽车。哟，送车呢？有车有房，没房有车。汽车当时呀，我就是这个贷款买了一辆当时最高配置的奥迪奥拓。他弟弟。弟弟都姓奥，倒是，确实是很高配置。刚出这款车型，我记得叫什么叫快乐王子，快乐王子，也是蓝色的。你看，就喜欢这个颜色。我们家里边整个是色调蓝，也是买个蓝色，前面带个小鼻子那种。你看，你这个今天你要来，我们把后边都换成蓝的了，是不是？没了，没了。刚出这车多少钱？我记得大概7万多，办齐了给8万出点头。很贵，你想想，在2001-02那个2001年，哦，明白了，那会儿车还没降价呢。没有，我就贷款买辆这个车，而且我们当时我在部队啊，这个军人啊，贷款手续很麻烦，但是把车先提回来了。当这个贷款的手续办完了以后呢，这个车就已经降了5000块钱。你看怎么样？然后第二年，我记得那会儿降价，第二年呢又降了1万。紧接着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这钱还没还呢，就我又赔出一辆车去，你知道吗？哦，那就还了多少年才还清呢？不到2年吧。后来实在盯不住了，因为你再不还清的话，你就亏得更大了。哎呦，就为了爱情，那个时候想过自己会出名吗？以后？出名这个一直就想。这个说实话，因为从小俩人都是干文艺的，是干这行不想出名就不是好厨师，都是假的。想出名，但是呢没想到我们两个人说是今后能够怎么没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一个设想，就觉得把现在日子过好啊。当时有那个车给我们兴奋的了不得，而且车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这个接送他上下班，包括我们第一个自己的房子的所有的这些个装修，全都这个车给我们跑来的。跟这车跟了我们不到五年的时间吧。当时我要出手的时候恋恋不舍啊，看那个车在那儿还是默默流下两行热泪啊。真的？这个车很有情感。亏多少钱呢？那就别卖，留着呗。不行，再不卖就更赔了。所以咱们刚才这些问题都问完了。咱们再问的细致点。对，我看没套出什么来。对，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什么环节？这环节要再问不出点什么来，那就赖你。赖我。咱们这环节叫做打破砂锅问到底儿。火。打破砂锅问到底，游戏规则：明星夫妻手拿贴有我和他字样的牌子，根据主持人所提问题同时举牌，答案一致则为默契十足。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周伟，这是我的爱人。我是高明婷，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天生一对。打破砂锅问到底，游戏规则：明星夫妻手拿贴有我和他字样的牌子，根据主持人所提问题同时举牌，答案一致则为默契十足。我们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啊，有些问题咱们都是就是快捷问题，你们立刻回答啊。好，你们不用拿嘴回答，直接翻你们俩这么一人一个牌儿啊，这答案都在上头呢。
如果是你呢，你就说我；如果是他呢，就说他。嗯，好吧，明白，好吧，明白明白。快问快答啊！你来吧，我来好。嗯，我们先来问第一个问题：你们两个谁的脾气最爆？三二一。啊，惊人的一致啊！对呀。一致不一致，说明大家真是实际情况。嗯啊，而且本人也不避讳，一会儿咱们再问是怎么回事啊。来第二题啊，第二题，你们俩平常谁在家做饭？三二一。啊，那都没有什么争议。对啊，这个我觉得也没争议。你们俩平常谁在家收拾屋子？三二一。你们能不能稍微用用那面？就一定非使这，这有两面。问这问题，关键有问题啊！这样，这不是问题，他不就是有问题吗？有问题，这个问题啊！这个这些问题问得好啊！你们俩平时谁在家话比较多？哎，三二一。没自己来，什么情况？琢磨琢磨，话比较多，因为我们俩话都不多，我儿子话比较多。谁问你们儿子了？你们俩？你们俩之间？我，你呢？话比较多。你说你，还真就是他。嗯。对，一般人说相声演员在家里边都不说话。我就是心疼这两块板，就咱糊两面干什么？下一个啊。哎，这个肯定有变化啊！你们俩谁带孩子的时间比较多？三二一，嘿，不换是不换，要换全换啊！好，你们俩谁花钱比较大手大脚？哟，我这还没说呢，就举起来了。一听花钱就会怕，这老黄牛的事儿都是周老师 啊，这是貌美如花的事儿都是您，相比来而言，对啊。然后最后一道题，你们吵架了，谁会先低头认错？三二一。必须是这样吗？以前没这么总结过，我怎么做到这儿以后，我又感觉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你们这栏目怎么总结的？这是我太惨了，在家里边没办法，男人都是这样，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所以就忍忍吧。我们来问问哈，嗯，这个通过这个测试之后，我发现周老师是特别惨。你记一下刚才都是什么答案了？基本上不好的都是周老师。对呀，甭记了，反正都是这一面啊。我们先来问问脾气暴躁这事儿吧哈。啊，对呀，这个问问高老师。刚才您说了周老师脾气暴躁，他怎么暴躁？他这么苦难深重的一个人啊，挣扎在最底层还敢暴躁。我有一次是你是酸奶没喝干净着急了是吧？结婚前吧。对，结婚后。结婚以后。结婚前怎么可能，那个真实面部都是结婚后才暴躁。但是他那个日常生活的习惯呢是比较，就咱们说节俭一些，我可能是比较大手大脚，我就喝了一点点的酸奶，然后我就放那儿了，就不喝了，就不再。哎，怎么回事？我都忘了。他是刚结婚头俩月。嗯。我想改变一下他生活方式嘛。正是立规矩的时候。立规矩吗？早晨起来一起床，冰箱一打开，一大盆酸奶，啪把那口剪开以后，喝完就搁那儿。那你的意思呢？必须全灌下去？不是全灌下，你如果喝不了这么多没关系，咱们都知道有这个，拿出来，你拿杯子倒出来，然后你再把哪有直接拿起来跟这来劲，你再把口封。我也这样在家。对，不对呀？你这要不喝这一天这酸奶，它就变质了。哦，变质酸奶盒。对呀，那时候反正有人出去挣去。不，那时候你那奥拓还没还上钱呢。那你省了一口酸奶也还不了多少。不是为了省这口酸奶，是要培养他，要跟我一样生活有规有矩。嗯，这毛巾用完了，搁这衣服脱下来挂这儿，鞋摆好了。这女人就是这样，是吧？有时候我觉得家里太干净不像家。没错，对，稍微乱一点。我同意你的说法，可是我老婆怎么就不同意呢？我常跟她说，吃瓜子儿嘛，是吧？嗯，就得这么吃才舒坦。你操我一手，让我把瓜子皮拿来就搁那边上了，你这还吃个什么劲儿啊？不知道，一看就是在剧组待惯了，是不是？哇，所以就那个时候生活习惯，有点作乱，所以那时候老吵架。当时呢，为这个事儿啊，酸奶是个爆发点，当时就是吵。
他有一个特别一个让我就忍受不了的一个毛病。他不跟你对面吵。这也不行，你们太不是。比方说吧，你说你跟我交流，你一句我一句，跟他讲道理，我说你应该怎么来，什么谁呢？自己干活。他气你，他不理你。他那是什么？他们东北汉子，急了的话你受不了。但是我受不了。就不跟你练嘴了，就你们这喂嘴子。不是，但是他没抄东西，我先抄东西了。哟，你抄什么？但是我引起他注意，因为我说话他不注意我了已经。我就告诉他我在这屋里存在着呢。对不对？当时我就找啊，因为我找点。找什么呀？找点不值钱。咱这汉子抓点什么扔什么呀？还找？不行，我再强调，奥拓还带着咱呢，知道吗？当时呢。要我是你，我就砸奥拓去了。当时我就啊，拿我们家电视遥控器，他拿这东西，随手我就往那个床上，飘，就这么摔呀、就摔床上了。哎呀，引起他的注意，讨厌。哎，没办法，周老师，我只能劝您一句，像您找了像我们这样那么漂亮的女人，您就受着吧，就只能这样了。他是不胖，他瘦着呢。不是说你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啊，他瘦着呢。好，我们进下一个环节哈。对，除了脾气秉性，主持人交流有问题啊。脾气秉性、生活习惯有问题、还有一个也过不到一块去，南辕北辙。我觉得这事儿要是发生了，就肯定得离了。生孩子生不到一块去。这不能胡说。不是这怎么能胡说呢？不是。这必须往一块儿去，没有心情。我这话可能说的不对哈。什么可能不对？肯定不对、不对，那您给说说对的。你们俩这孩子怎么？哎。反正哎，这有现场导演的。那么这俩主持人你们怎么弄？那么就叫生不到一块儿去？这他说的啊？不是导演写的啊？生孩子怎么就南辕北辙了呢？对你这么问。哎，这么问。对啊，他们一个找了个南方人，一个找。他是对于要孩子这个时间，有差异。为什么呢？我想早要孩子。什么时候要？结完婚就要孩子。嘿，感情你不费事儿。我们女生呢还要生产，对不对？我还得享受呢，对不对？你说结了就生，凭什么呀？哎，这后面问题不用我。生不出来，别给自己找借口。你们继续聊，继续聊。不用我再聊了，就他的观点他都说了。是啊，哎，那怎么办呢？就觉得他爱玩。那你后来麻烦谁去了呢？哎呀，请。哎，怎么今天做节目，他们问的问题都这么别扭？什么叫麻烦谁去了？那这客气点吧，还得亲力亲为，还得亲力亲为，那是肯定的，是吧？是吧？后来呢，我就不得不求助于老丈母娘了。怎么回办？我呀，怎么劝都不行了。我想各种办法，他都不同意了。那后来在一次他回家探亲的时候，春节，我就给我老丈母娘和我老丈人写了一封信，苦口婆心，说明我这个求子心切是啊，儿子对我多重要。这不一定是儿子，我就说呀，生男生女都一样，只生一个好。哎，对对对，晚婚晚育更好。他刚才说这三条，他自己一个没做到。一定要照顾，要照我说的去做，是，不要按我做的去做。我就把这封信偷偷摸摸的塞到他的行李箱里边，他不知道，就把这封信给带回去。然后我打电话，我说妈，有一封信您看一看。看完以后，老丈母娘立竿见影啊，这老太太绝对有正义感，抬着大腿坐了火车，带着姑娘就回来了。老太，说你放心吧，拿回去生去吧。二舅，这为什么他现在变成这样？这不随着年龄到了话口了吗？你年龄的增长到了包袱口了。我们的口号是吧？宁伤感情，不伤包袱。我非常怀疑啊，我非常怀疑，现在就这个栏目用他们俩做主持人，他做完以后他能播出去吗？这个别放心了，您把您点事儿说清楚了，肯定能播。你这问你刀刀都在写上。后来呢，终于我爱人就是想通了啊，想通以后呢，跟我提一个条件，还较劲呢，那时候说你想要生孩子可以啊，你要把烟戒了我就生。
这个很关键。这个问题提的它就很有挑战性啊。对啊。当时正在，好吧，既然你要生，我戒了。哎呦，从那以后一年半没碰这烟。哦，一年半。一年半。别鼓了，不是生孩子以前、啊。一共一年半就鼓一下就行。就是在生孩子以前一年半，就没碰着烟。然后呢，孩子生下来，而且就有计划的再吃点补药，补药各种啊，什么补钙的呀什么。你补钙？我们俩都。然后算时间啊。哦。哎，还得算。算一个属性是什么的好呢？几月份的生日？算几月份的生日？什么血？什么星座？你们俩生孩子真麻烦。结果呢，就是掐算这时间呢、啊，就约定好了，我们要一个属猪的孩子。这个事儿我在以前节目里从来没说过，我今儿我就喝出去了。喝出去。我们俩呀、啊，就是在各种的补品、补品、生活的这个作息时间调理情况下，就算好了某年某月某一天，哎，这一天呢，礼拜是个周一，周一呢他就上班去了。什么啊？我刚给送到单位啊，我就当时就忘了，回来我这就。结果他说我请假了，我今儿晚上给回去。哦，我说你怎么请假呢？他说跟我们政委说了，政委我马上给回家，为什么？我得回去生孩子。啊？说清楚，不是生孩子，要孩子，要孩子，要孩子。但是因为当时啊，亲戚朋友、同事、领导都知道我们要孩子这个迫切心理，是，就当时一说这个，好，赶快回去，要车带你回去。当时走了以后，领导反过味儿来了，伸手电话打过来，说这么多年跟我请假，这么多人从来没有请假回去要孩子的，这个理由简直是太奇妙了。太奇妙。结果我们就是按照计划一步一步来，就这么争气，而且还就是个大儿子。这合着算是能算出来了是吗？当然。能算出来，不能算出是儿子。哎，儿子这个怎么了？就算出生的日子大概齐。对。结果我们的宝贝儿是在2007年的9月26日，农历8月16，也就是说中秋节第二天，隆重面世。你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做的，我感觉非常好。总结一下呢，周伟老师的这个婚姻生活技巧，恋爱不光有技巧，这个技巧其实更重要。没错。有对夫妻生活在京城，日子过得挺高兴，他们衣食住行样样不同，结婚后两人才看清脾气秉性的差异，吃穿都不相同，一个爱吃一个爱穿，婚姻生活怎么经营？再说这对夫妻连吃饭也分清，甭管中餐西餐吃到肚里就行，他的丈夫眼光差，妻子把他平，分得老气横秋，爱人分难平，刚结婚总是吵架，家庭生活协理还行，谁说习惯南辕北辙，甜蜜和谐才是爱情，谁说习惯南辕北辙，甜蜜和谐才是爱情。再次感谢你们，同时呢要感谢三元食品对于本栏目的冠名支持。哎呀，有你才完美，感谢杰利亚对本栏目的特别播出，同时欢迎大家登录本栏目的首席视频合作伙伴乐视网观看更多精彩内容。天生一对，下期再见。再见。